世大运即将在8月19号正式登场。为了迎接这场国际赛事，台北市政府2号早上在市府前的广场举办2017摇滚世大运的活动，号召全台的乐手们前来共同演出，小朋友也来参加。 现场超过1000名的乐手们，想要透过摇滚乐的精神与热情，来表达对世大运的期待。活动开场也邀请由多位原住民艺人组成的 I Want 新势力，演唱世大运主题曲《拥抱世界，拥抱你》，现场气氛相当热闹。 世大运执行长苏立琼在台上致辞表示，希望透过摇滚乐的振奋鼓舞选手，并邀请全世界的朋友来台参加世大运的盛事。透过今天大家集合一起来摇滚，透过这个摇滚音乐的振奋呢，来鼓励我们所有世大运的选手，特别是我们台湾的选手，也透过摇滚音乐的热情，欢迎世界的朋友来到台湾。 尽管外头艳阳高照，来自全台的乐手们跟观众仍不减热情奔放，在摇滚音乐中传达永不放弃、坚持到底的运动家精神，一起为世大运加油。记者胡淑露露台北市采访报道。